嘛？他们说 OK， 因为还是摔倒。六九米有什么对倒？對啊、还有什么摔对倒？我猜六九米就六九米，还什么？还是讲对倒啊？对倒还是？但是我看他们的牌很可惜，他的牌啊是因为摸到六饼，包括九饼，他一定或者。四七米在这里，蛮猜的。罗色牌，我们刚刚讲暗示，你说往多的剩多的，对啊，你是剩多的是饼子嘛？他打四条，所以这个牌不可能是条子的。对，你懂吗？然后九万从这边，这边一，所以他剩的一定都是饼子，就饼子乱猜，对，乱猜就好。给你三万，你不要？对啊，给你三万机会不要，讲那么明了。好了，加码失败，失败喽。来，至尊对决，三挑一。我们也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对，三千块钱，观众朋友看得不过瘾，是，好不好？所以，我跟你讲，也不要挑了，我就直接我放到五万，就变五万三，累积到我们的周冠军礼拜五，加上一四，这中间起码十几万，很大的。哎，你的意思就是五万是让他加到周冠军去拼输赢？对对啊，哪一个不是加到周冠军？对啊，对啊，都加到周冠军啊。我们日冠军到拼到周冠军，每一个天的奖金累积起来打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有个条件，我要做到你们的上家。好，可以吗？啊，那谁要打？你现在下谁要打？小罗，我打。你打是？你先请坐。那你也坐，俊耀。谢谢，谢谢。那我们，那他们两位都是两倍放炮。好好。哎，也太少了，你们凑一万。好好好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上千都没有，六千都没有飞了。今天大放送，五万跟一万，他随便随便拿一个都有钱了。所以一个放下是一万三。你们就凑一万，就凑一万，一万整，对啊。所以我字摸反而才只有三千，只有三千，所以你可以字摸打出来，字摸最少，懂不懂？所以不用啊，好，所以不要字摸最少，要重点是我们要放枪的，懂不懂？一万的五万，对，坐，对，光就算钱，好像你会胡一样，傻傻的。那哪一个就是放枪就千万不要兴奋啊！我字摸咯，那就没有办法，对啊。马上我们来看看四家的牌，看看徐妈柔。徐妈阴柔白白浪费了加码机会，今天奶泡大放送，想赚他的五万块，听牌手脚可要快哦。虽然一万块好像没啥压力，看你是要当好人还是要保面子，四七万四七饼能不能让你早早听？赵小乔这牌也不差，东风北风等来碰，三六九万自己摸，就看你愿不愿意发发佛心，这把就轻松打了。奶至尊放炮值五万，看你这牌有够烂，用来定牌是刚刚好，不牌你是不用想，专心当你的铁工厂吧。领导东炮笑成这样，对啊，没有笑。这牌我打胡的话，一人包一万红包。这好烂的牌。那我们好想他胡哦。行，对啊。南风，我说打紧张点吧，让你吃牌，给你早点听，他们就还害怕。七七不打三七啊，看到没有？很甜，谢谢。别人不这样打的，本家嘛，都姓徐。真的哈，嗯，好。哎，徐，那还下一张吗？他现在我看哪个现在打法是十五万，就是保五万气一样。对，一比。哦，是这样。我觉得。二比。不这样打，怎么可以这样紧张呢？再烂的牌，清水都可以把它变鸡汤。这样我们会有一万红包吗？来的。北风。
他是中中二万。13万，还是开13万？发财！发财啊！发财！可是毒药啊！赵红桥会为了抢听而拆五饼放炮吗？早打的啦，五八筒，五八饼，谢谢，谢谢他，谢谢我干什么？谢谢你们。没有这个牌可以定将的牌，定将，对啊，哇，都是我的、啊，都是他的，都是你的，对、啊，好啦，要不然自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要怎么出去？怎么打成这样？对啊，对啊，你看很乱啊，烂的牌，所以你给说这，我只要今天能胡一人给一万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好没有，所以你应该晚一点啊，对，晚一点，他胡啊，没有赚一万，这样才帮助到我们，这样他要付3万，这样才赚1万，我们重点不在啊，对不起，赚太多了，大字报在写，不错，恭喜1万的奖金。